可愁死我了，昨天说好了给我六块，今天呀突然间说给我六毛了。也不是说我们家的奶油富士苹果不好，他们呀就想给我压压价，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卖吧，便宜点卖，让你们都尝一尝。叔叔阿姨看一下，这个就是咱们自家种自家卖的奶油富士苹果，每个都是又脆又甜的，皮厚肉还薄，我一口气都能吃20多个。如果你们没有吃过，咱们来香尝尝吧。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果园漂亮不漂亮，我从树上给大家摘一个苹果看一下品质。哎，每天都是新鲜采摘，咬一口尝一下。又脆又甜，汁水呀还特别的充足，点击下方小黄车就可以下单了。不中了，真的不中了，种出这么好的柿子被那些坏人收走，卖你8-9块吧，就给我们一两块，今天让我决定自己卖，就挂下方小黄车，每一个都像我手上这样，它从树上摘下来就可以吃，比苹果脆，比西瓜甜。哇靠，看看这个品质，里面都是啊自带冰糖心的。好甜呐、啊、来来来朋友们看一下，这个就是我们甘肃天水产的高原红富士。来，我现在一个给你们看一下，咱们家的红富士呀，每一个都是又红又甜，吃起来呀皮薄如纸，脆甜多汁。咬开一个给你们看看，特别的甜，喜欢吃来我直播间，一箱只要10多块。不让你种你偏不听，种出来这么多卖不掉，傻眼了吧？不用你管，我自己卖。叔叔阿姨哥哥姐姐，这个就是我们农民自己种的爱媛果冻橙，来我打开看一下，每一个都像我手上这样皮厚肉薄，吃起来是香甜细腻，入口化渣的。如果你也喜欢，来一箱尝尝，都是这样的好品质。